看一下 TE 对阵 SA 的第三局下半场。佩佩的话，这把要守夜人其实掏出来是保平的，但是呢这套阵容说实话，守夜人在这张地图想保平我觉得还真没那么容易。这个阵容蛮顶的呀，这个阵容你抓谁都感觉没有那么舒服，没有那么顺利，再加上外面前锋飞行家两个搏命，小说家能打架，舞女的话八音阵还能给支撑，就它是一套非常完善的体系。飞行家这边直接一波喷拉开点位，好的，进到舞女八音阵，那这时候换抓舞女吗？换抓舞女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抓，这个八音阵的话呢最好溜走一个，让一个人在这边进行牵制啊，因为现在求者密码机还是两个人没修的嘛，还是选择追飞鹰家，这样的话可以闷一个搏命。只是飞鹰家的个人牵制力的话，三个喷射背包交完啊，现在是1分05秒，他三个喷射背包是一定能交完的，应该是要到1分40秒的样子了。第一刀打中，一个喷射背包给你拉点嘛，这边知道你闪现好了的，这个闪现哎，敢直接闪，直接闪。这一波直接闪，稍微的胆子大了一点，不过好像还行。1分30秒，确实佩佩这波闪现的话比我想象当中要更大胆一点，因为他这边破板飞鹰家叫喷射背包再拉近距离呢差不多1分40秒，但是佩佩这个直接闪确实打到了，因为你正常破板飞鹰家拉开以后，他在喷射背包转点再进一个交互点，还行。这个真的，他这波闪现还是比较大胆的，但是打得好。这里的话是小说家过来，前锋也过来，两个人过来就要打一波保人。这里的话是小说家救下来，那直接针对刀打到的话，这边前锋不得不打架了。说实话，这一波穷者是打亏的啊，穷者打得非常非常亏。两个人过来没有能打到什么东西，前锋这边拉一波球，这里人牵上，前锋也不能拉球撞，密码机总量现在才两台出头啊，两台半，我觉得求胜者已经很难去打四人开门战了。刚才那波是求胜者其实投入了非常多，但是回报很小的一波，再想打就有点难了。飞家这边一个进步，哎呦我天，想要玩一手进步去骗你，没想到把自己搭进去了，这边甚至还要再追一轮前锋，前锋这边反应非常快，交出一波球，虽然说呢真胜我觉得 SZ 争不了了，但是 SZ 这边的话密码机总量呢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后面补起来以后，现在挂飞一个人是多少呢？三台半还多。这个机子在参考什么呢？他们的状态也还行，这边还在补，状态补完以后三个人满状态，中间不出失误正常六，也有三人开门战保平面。因为佩佩这边的话他毕竟没有底牌嘛，他有底牌的话呢这个赢面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。我觉得佩佩现在可能是一半一半，五层的多抓面和五层的平面，就局势上面来讲佩佩占优，但是你能优到说就是优势但不是胜势啊，胜势的话达不到。这里前锋起机子，小说家一波换，换完以后再绕一圈，佩佩这边把窗封了，但是那边还有一个窗，这边的话西风 CD 没有好，再加速过来再封一波窗。小说家，这个小说家就是之前那个园丁啊，哎这哟，他玩的真的溜啊，你别说啊，上来我觉得佩佩后面的比赛当中啊，不要去跟他硬刚了，这兄弟今天手热呀，这兄弟今天手真热呀，满血打了一轮满血，佩佩走了，说实话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，这波走叫什么，灰头土脸的走了，算了兄弟我今天打不过你，好吧我换一个人抓，因为你开门战面对这个小说家，他万一手里面有飞轮有小说家，万一三人三跑有没有可能，可能不高，但是我说个3%-2%总有吧，那我换个人抓总行吧，对不对，你强我打不过你，你小说家厉害我换个人打。这波抓舞女可以，
救人的话应该是前锋来救啊，机子呢肯定是拦不住了，但是佩佩这边很稳啊，他把闪现捏在手里面，就战术安排，就这一局的这个守夜人战术安排就是一个平局，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，就佩佩已经挂飞一个了，后面就是再留一个完成任务了。我这边是按照小专家来，小专家来的话呢，他可以去吸一下小说也行也行也行。哇，这大哥走位这么细吗？抽刀抽中了，但是佩佩这个闪现是肯定交不出来的吧，真要交要交，赌你机子没好，敢交，这个闪现交了嘛，这边一波风吸，哎呦这波飞轮交掉，打砸板子亮不亮，还在等等什么，等小说家贴门啊，这边在等小说家贴门，这个闪现交了呢，开门战没闪现了，不过也行，舞女这边也没飞轮了，对吧，你这舞女总不能走了吧，一刀打密码机点亮，这闪现不交呢会更求稳一点，更稳一点，这边舞女直接拉死角，佩佩这边的话好像没想到这个舞女会去一个没有交互点的地方，哎哎，没想到啊啊，他没想到，他以为舞女溜走了，等会儿，不是吧不是吧，再回头，还行有耳鸣了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有耳鸣了，还好地窖不在这边，但是佩佩依然没看到，我、哦、看到了舞女这边压击部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个回头找到了，拜拜您了，哎等会儿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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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技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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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时候的话挽留六十多秒，说实话这把求生者也没有想到，这个舞女她已经是什么，这舞女已经是放弃了，我就倒一个最死角，她这个最死角是让你挂人挂慢一点，我这样队友可以跑两个，没想到这边佩佩呵呵